那个同修，他家供了四尊佛，有释迦牟尼佛、观世音菩萨，还有觉兰菩萨，还有弥勒佛，完了还有一张那个西方三圣的画。那个这个佛就是那个释迦牟尼佛在观世音菩萨的后面给垫高，那么观世音菩萨的那个弥勒佛跟那伽蓝菩萨是在观世音菩萨左右两边，哪边在哪个菩萨在哪边呢？把弥勒佛放在观世音菩萨的左边吧。观世音菩萨的左手边。嗯。啊，伽蓝菩萨放观世音菩萨放在右边。嗯。那个西方三圣的画呢？画就是放在释迦牟尼佛的后面。